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不晓得您是不是常念忏悔文啊？当您在念忏悔文的时候，您一定会念到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。那过去呢，我不太晓得无始是什么意思，每天照样念就是了。不过师父呢，在上一集为我们详细解说了什么是无始，我终于了解无始的意思。那这无始跟我们这十二因缘，跟我们这一生，或者跟我们的过去生、未来生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师父，您为我们解释无始，您的用意主要是什么呢？哦，就是解释无明的关系。就十二因缘呢，从这个三世，也就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永恒的、永远的、无限的这个时间之流里边的一个生命现象。我们这个生命现象在这个无限的时间的这个隧道里边也好，这个长河的里边也好，不管叫什么哈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短暂的一个段落，最长这个几十年到百把年。比如说像我现在七十岁的人呢、在乎七十岁吗？没有这回事，这个要走的时候就走了嘛，应该走的时候就走了。什么叫做应该走了？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现象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是生老病死一个现象。但是在我们这一生之中有生老病死，那在无始以来也有生老病死。那这个生老病死的根源是什么？根源呢，就是无明的关系，就是没有智慧的关系。没有智慧呢，我在上一集里也讲了，就会起颠倒见了，以无常为常，为无我为我，以苦为乐，以不净为净啊，这个以空为有，那这都是颠倒啊。人都是颠倒的，为什么颠倒？现实嘛，现在就有就要嘛，这个肉体上的需要，心理上的需要。以及甚至于环境上的这种风俗习惯上的也叫你需要，那就变成了叫做有我。那但是呢，你真正的从佛的智慧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人的存在就是因为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因为没有智慧就有生死。那这个不是从现在开始，从无始以来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我们已经是就是一个众生。那这个是众生，怎么变成众生的？我说我前次也讲了，不是变成众生，本来就是众生，因为没有智慧，那众生自己不知道没有智慧，众生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智慧，不知道，那连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没有智慧有没有智慧都不知道，那不叫做无明，又叫做愚痴，又叫做愚蠢，那。就是啊，叫做无始无明啊。这无始无明，就是我们一切生死烦恼的根本，这叫无始无明。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时间？多少长到多远？既然叫无始，无从追起的，这个呢，对佛法来讲，可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种一种体验。一种的观念，如果讲有始的话，有始是永远没有办法的。那有始这个是这个开始是怎么开始的？开始，开始怎么开始的？有点像什么鸡生蛋，蛋生鸡，蛋怎么会生鸡？鸡怎么会生蛋？最初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鸡是由蛋生的，蛋是由鸡生的，那究竟是？但是鸡是由蛋孵出来的。对。那究竟是哪个在前呢？从无始来讲的话，最初的动物就是鸡，就不是蛋，或者是最初的动物一开始就是蛋，蛋就变成鸡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这个最初的动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初就是人，一来就是个人，那怎么来的？从天外其他的星球世界飞行而来的啊。那在其他的星球已经有过无量生死，所以有一些众生呢，有一些人呢，
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已经来了几千年，甚至几亿年了，已经在这个地球上不断地在地球上生了死，死了生，生了死，死了，都在地球上。但是有的一些众生呢，不是第一次到、哦、新来的，第一次移民到我们地球上来、嗯、有那第一次投胎到我们地球上来。那也有一些人呢，死亡以后离开我们地球到其他的世界去了、嗯、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空间上的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一种啊，世界观、宇宙观。那么在时间上来讲的话，就是非常大的时间，非常长的时间观啊。那么这个时间观呢，无名，是过去的；行呢，也是过去的，过去的心理的活动，然后累积成为什么？是认识的事。这样子解释是最好的。由无名而产生了心理的种种的，贪嗔痴慢疑，以及呢什么妒忌呀、啊，以及呢这个骄傲啊，忧愁啊，这些心态全部出现、嗯。那么这些心是什么？是从无名开始的。由无名开始以后，就心里产生一种行为，心里的行为产生以后，就有意的力量，意的力量就构成了。这个认识的事，啊，知识的事，那我们叫第六意识或者是第八识，都可以啊。有了那个第八识，这个就要以第八识来接收下一次生命的一个事实或者是一个阶段，那就投胎去了。用神识投胎，用我们第六意识，用或者是第八识到。转移到下一世，这个下一生找到有缘的父母。哎，这个在投胎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哈。是，在那个时候呢，没什么选择不选择，看姻缘哪个先成熟。哦。因为这个一世里边呢，有很多的姻缘的，我们自己呀、啊，在无量世以来要发愿的，决定自己下一生到哪里去。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说，无始无明呢，就是我们生死烦恼的根本。那么了解心经呢，就是我们解脱烦恼跟解脱生死的开始。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去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